大重点。第一，我们要确认产品是不是真的安全有效。第二，避免添加可能造成肌肤刺激的成分。第三，也会建议孩子亲自试用之后再找出最适合的产品哦。说到燕麦，大家会先联想到的是燕麦谷粒，但我们爱芙美使用的是燕麦的新叶，活性高，而且可以有效的保湿、舒缓和修复敏弱的肌肤。推荐燕麦新叶益护家的营养霜，它有无菌的护肤科技，防回流的独特鸭头，不添加防腐剂就可以维持瓶内成分的有效性，最重要是完全不添加香料、酒精，是家长安心的选择。如果是干痒肌啊，我会建议大家每天要涂1到4次的乳液哦，肌肤保湿滋润，保护力自然就会增强。要记得平时就要做好保养，不然等到又干又痒再来补救，就会有点来不及了。我蛮推荐这爱芙美润肤喷雾，质地清爽，保湿力持久，喷雾型别小朋友的接受度也比较高哦。不舒服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立即去舒缓止干痒，避免我们不断的搔抓呢，会引起肌肤的恶性循环，越抓越痒。全效保护霜里面含有燕麦新叶和多种修护配方，能有效舒缓干痒搔抓或外在刺激造成的不舒服。最重要的是修复速度很快，不管是红屁屁或是苹果脸，都可以透过稍微的厚敷呢来隔离刺激，能有效的降低肌肤问题反复发生的状况。